真是太酷了！啊，都怪我太激动，把它吓跑了，我还没好好观察它呢。没关系，小轩，只要有我特制的超精度放大镜，我们就可以尽情的观察所有昆虫。你的放大镜的显示效果真的太棒了！这次我们找找地面上的昆虫吧。好啊。 什么动物的脚啊？有点丑呢。嗯，而且它还有小肚腩呢，肯定很贪吃。你们说够了没有？啊，原来是小猴子呀！你好，我们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说我坏话，还想一走了之，没门！你们的放大镜是我的了。 你凭什么拿我的放大镜？快还给我！救命！我们是人见人爱的香蕉冰块呢。幸福能量枪。什么？幸福能量收集完成，求求博士的时光机能量到手了。博士的心愿由我来守护，叽叽。缩小光线，发射！ 小轩，怎么我们身边的杂草都变高了呀？不是杂草变高了，是我们缩小了。你变得跟蚂蚁一样小，叽叽。万一我不小心踩到你们了，可不要怪我呀，叽叽。啊！救命啊！很棒，队友们，现在是大舞蹈家国宝的表演秀。 跟着我的音乐一起来！咦呀，呜呜呜！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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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守住我们，现在我们要出动了。是真的吗？猴猴龙守卫队，现在该我们登场了。猴猴龙守卫队出动，小心有危险，危机出现在眼前，瞬间被暴风侠击中，坏计划思念，能量在凝结，能攻闪电实现，怕困难重重危险，猴猴龙集结守卫队，快出手，胜利是守卫战衣，装备一生团结，守卫世界，猴猴龙能把邪恶瓦解，闪电龙战机难不退却，勇敢正义有热血，猴猴龙面魔龙月野猪对，为了幸福出列，只要你们加入香蕉兵团的粉丝团，我就放开你们，叽叽、放开我，你做梦。既然这样，那我就要给你们好看的。伊丽卡拉急速到达、我两个未来粉丝呢。谢谢你，闪电，你来的真及时。你们没事就好。他们有没有事我不清楚，但是你马上就会有事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？当然熟悉，因为猴猴龙守卫队来了，龙骑甲形态转化。
想起家里还有事，才怪呢。缩小光线，发射！速度决定一切，你的把戏我早就看穿了。我就不信你们全都能躲掉。哎，队友们，先躲开光线。走走。啊！队友们，注意，猴宝莲要逃跑了，我们得夺回放大镜，交给我吧。二毛，快点拦住闪电。好的，是我一记金刚臂。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队友们，放大镜在天上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去抢啊！冲啊！应该是阳光触发了缩小光线，我们得拿回放大镜才能恢复原状。放大镜在那里，速度决定一切。闪电，以你一个人的力量根本无法阻挡金刚号。最终的胜利者终究还是我猴宝莲呢。放大镜被小猫咪叼走了，帮我定位猫咪的位置。没问题，很快就会有结果。猴猴龙守卫队，要不是你们阻碍我，我早就拿到放大镜了。队友们，准备作战。嗯，好大的飞天螳螂啊！他怎么看起来有点眼熟啊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他是我刚才玩耍时用便利放大镜的放大功能照射过的昆虫啊！还得是我猴宝莲呢，姐姐！速度决定一切！谢谢你，闪电，你又救了我们一次。我们连累你们也缩小了。唉，没关系。说起来，为什么你们会被螳螂追赶？也许是我刚才观察昆虫的时候吓跑了它。现在看来，它对我产生了敌意。你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吧。你们要小心啊！大螳螂，你竟然能跟上我的速度！螳螂，你不知道闪电是我的对手吗？给我让开，灭龙阵后。我只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慢慢玩，我就不打扰了。闪电，把它引到我这边。捕捉网，发射。现在他对我产生敌意了，怎么办啊？那你还傻站着干嘛？我们一起挡住他。好的，好的。顶！我的角龙工程车没缩小前，能轻松叫起一栋楼。现在却扛不住一只昆虫，我们的机甲很快就要到极限了。小静，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让我看看。有了，在你们背后有一个落石堆，你们可以借助螳螂的冲击力，把它推到那边。收到。制止住这个大家伙了。螳螂，我们没有恶意，我希望我们能交朋友。他好像更激动了。小静，他是不是不喜欢你啊？应该是螳螂被放大镜变大后情绪才变得狂躁的。彤彤说我们要帮助受伤的小生命。附魔治疗喷雾，很快就没事了。
啊，螳螂真的没那么狂躁了。多亏了木木对他的爱心治疗。队友们，我们一起把石头搬走吧。好的。大家别紧张，他只是向我们表达感谢。很高兴认识你，螳螂。要下雨了吗？不是，是我们被一群蜜蜂包围了。啊！